2021香港小姐竞选将会在明晚举行决赛，12位佳丽今日以三点式泳装进行彩排，并即场互选友谊小姐。小猪恭喜晒，结果由14号的少初获奖，少初坦言佳丽间的感情好好，一直互相鼓励和帮助，冇记心，又认为自己乐天，懂得安慰人。而少初亦都当场自嘲一番，果然乐天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年长啲啦，喺个 group 度，咁好多时候佢哋问我意见，我都会即系以自己嘅 experience 去 share 一啲有用嘅嘢咯，同埋又有张学友先生啦，又见同佢同台，真系。即係咩小姐都唔緊要啊，咩小姐都得啦，係啊，學友嘅小姐啦，粉絲啦，梗係。琴日見到佢嚟彩排都好開心。TVB 亦都當場宣布觀眾競猜誰是冠軍嘅三強，分別係8號嘅宋婉穎、13號嘅王家衞同埋15號嘅梁海晴。當中8號同埋13號一直穩佔三甲，15號就後來居上。宋婉穎表示会专心选美，不会受到走势的影响，更加对自己有信心，希望可以获封后冠。我有信心，不过我最紧张仍然是我的问答环节，因为很难去准备，所以就希望就可以尽量即系争取翻啲时间，可能睇翻过往的香港小姐即系问答，就自己准备一下咯。冠军是我的目标嚟嘅，咁希望呢一种都可以成为一个动力咯。王家卫表示走势俾咗佢好多信心，亦都多谢观众嘅支持。更谦虚表示每一位佳丽都好好，每位佳丽都系学习嘅对象嚟嘅，唔可以话系对手嘅。到个状态都好 fit 嘅，真系要睇就睇听晚临场嘅表现。而首度杀入三甲嘅梁海晴就话意想不到，走势俾咗信心佢。但我会即系越战越勇啦，系都为我即系增添咗好大信心嘅。咁希望即系听日都会有好嘅表现啦，即系自信咁样行出嚟俾大家睇，咁就展现自己最好嘅一面。三号陈星如早前患眼疮要敷药上阵，好彩而家已经好转，留下咗一条好似眼线咁嘅疤痕，但化妆师可以为佢遮下，唔影响表现同埋视力。而他在比赛的前夕，在观众竞猜冠军里面忽然跌出三强，陈星如表示信心不受影响。是每个佳丽都有不同的支持者，咁都恭喜他们拎到头三个咁样咯。我觉得我踩台的话都so far 都即系都淡定嘅，咁希望听日即系真正上台嗰个可以做翻 rehearsal 嘅嘢咯。四号关锋兴喺泳装彩排仲带晒身材，腹肌线条非常出众。佢更加直言想攞冠軍，咁要俾啲信心自己。咁每個女仔自己心目中都係自己冠軍，自己嚟參選都係想嚟攞冠軍噶嘛，係咪？而關鋒興最近忙於彩排，冇機會同父親關禮傑見面，但佢會喺現場直擊聽晚嘅決賽。而二號陳以德被爆料話母親係第三者，佢直言謠言好搞笑，佢亦都唔會受到謠言嘅影響。其實冇影響啦，因為我覺得呢一啲新聞唔係事實啦，咁。我覺得係咯，唔係事實咁唔會影響到我嘅，因為係咯，我哋屋企係好正常啦，大家都好開心啦，爹哋媽咪都好恩愛同好錫我咁樣啦，咁所以我覺得我都唔知道回應啲咩好喎。